全世界最成功又快乐的人们都有一个好习惯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那就是他们每天都会做。大家好，我是 Jolie Jolie， 你的疗愈 Bestie。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炫耀，不是，我是说介绍我的第二胎。为什么要叫人生升级记呢？因为听起来很像人生升级记。I'm so funny。那为什么 Jolie 会想生这第二胎呢？其实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用这本人生升级记来透过每日的感激练习，来提升自我能量、自信，甚至是心想事成的魔力。刚刚前面有卖一个关子，现在就来解答全世界最成功又快乐的人们共通的好习惯，就是他们每天都会做感激练习。Gratitude is so important。 如果你有在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的话，你一定知道我常常在谁谁这样感激的重要性。还想要跟那老安骂咧。其实在国外 a lot of people practice daily gratitude， 有很多研究显示出感激带来的成果、哦、每日只要持续感激，不但可以让我们更快乐，还可以让我们更有耐心，更爱自己，帮助睡眠啊，减轻忧虑，甚至可以让婚姻生活美满。我觉得最神奇的是还可以帮助控制热量，根本就是十个愿望一次满足啊，健康充气蛋。没有在光能广告，不好意思。最后，感激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神奇力量，就是感激能够帮助你更快达到心想事成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吸引力法则啦。当我们频率高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可以吸引到能量高的东西来到我们身边。身为吸引力法则的推崇者，怎么可以不让各位体验一下感激带来的魔力呢？你说对了。在选举吗？九力之前就有看过很多市面上的感激日记，我都觉得好没有温度，所以我才决定自己来生一个，带大家手把手一起做这60天的感激显化挑战。这次的主色一样是宇宙蓝跟梦幻粉，因为我们有做问卷调查，发现大家还是最爱这两个颜色。那限量版就是九力手上这一本，我好像拿反了，银色超漂亮的。那为什么没有拿主色出来？因为都送出去打广告了。すみません。今天就先用雅典来跟大家介绍人生升级记里面的内容，让你心痒到不得不要。首先，我想先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材质。为什么呢？我当初挑好久，我一直找不到我想要的那种升级感，你知道吗？后来终于让我的设计找到一个厂商，就是有卖很漂亮的纸。然后这个啊，如果你近看的话，它其实是很有光泽，而且它有一点 bling bling， 又不会太小趴，你知道吗？就很有气质的稿纸。高质感、高质感跟高级感，这次我没有做打凹，让整个设计就是更不一样。然后就是用一个网路设计的感觉。Jolie最喜欢的其中一个就是咱们的设计，是游戏式对话框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写这本日记的时候，感觉很像在跟书对话，就像哈利波特那样，只是对象不是伏地魔，是可爱的我。呵呵 ，Did I just fart? I'm so cool。再来，我们还有超明确的使用教学，让你在写升级记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每日正能量肯定句抄写，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affirmations 的魔力。研究也有证实，正面肯定句 affirmations 是能够有效提升我们的 energy 跟 confidence 的。Think about it， 平常我们都会习惯往坏处想，不小心就开始负面起来，或是放大生活中负面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练习 affirmations 跟 positive thinking 这么重要。我们要学会去放大好的，而不是去放大不好的。Here's the most exciting part about the journal。 好啦，我觉得每一个 part 都很 exciting。 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，就是这60天的3种感激区。这一区是要写下感谢自己的地方。我知道我们人类都很渴望找到爱，在这边我也想提醒大家，请先学会爱自己，因为你都不爱自己了，别人怎么爱你？第二区是写下感激周围人事物的地方，让我们学会看见自己拥有的东西。那第三区是用现在式写下你想要吸引到的愿望，加速你的显化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当我们在跟宇宙说谢谢的时候，宇宙就会觉得哦，我已经帮你完成这件事情了，所以你才会谢谢我。那当宇宙发现他还没有给你的时候，他就会赶快补给你，是不是很棒？其实有很多种说法啦，但这只是其中一种。如果你发现你都很难吸引到你想要的东西，那真的是要好好思考，是不是有一些限制性信念啊，或者是能量太低频啊，导致于这些愿望都卡在货运那边，没有办法成功寄给你。
And then we have weekly 挑战问答跟任务区来创造自我觉察。因为改变的第一步就是要让大家先觉察，任务就是要带大家有不一样的挑战来更快速提升自己的频率。你的能量越高，宇宙越听得到你说话哦。有些任务区还有 QR codes 提供给大家久力亲自录制的引导音频去做冥想哦。再来就是我整本真的真的超级无敌爱的区，就是我们的疗愈插画区。这边是希望大家能够每周透过涂鸦跟画画来达到静心疗愈的效果。最后就是我们每个月的反思区，记录一下自己每个月的成长，也让下一个月的自己更进步。Jolie 有创一个专属 Super Mirror 人生升级记的感激群组，让大家在里面分享彼此的感激，也让你知道这段旅程并不孤单，是不是超级无敌棒？如果你也想跟 Jolie 一起开启这60天的感激显化蜕变之旅的话，赶快去挖贝上预购吧。老话一句，心动不如赶快行动，募资期间才有的超优惠，千万不要错过呢！链接在页面，快去购起来 ！I love you all,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. I'll see you soon. Bye. 人生升级记。No, I still think it's funny. Here's the most exciting part about. So here's this. I'm so excited. Okay.